阿爸，嗯，我害怕。害怕什么呀？阿瑶说好久都没动了，他是不是死了？你去打他一巴掌，看他是不是死了。我不敢。哎呀，真死了！你看阿瑶叔都招苍蝇了。哎，别哭了，你把阿瑶叔都哭诈尸了，你看。杨冠军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有你这么吓小孩的吗？过来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哎，咱不搭理他，哎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好不好？不哭了啊！来，阿瑶叔还喘着气呢，你看，是不是还有呼吸？嗯，还能放屁呢，对不对？好玩吗？好玩，我阿爸在家里，我阿妈说好臭。哎呀，喜欢阿瑶叔吗？那叫阿叔一声阿爸，阿爸，再叫一声阿爸阿爸，哎，亲阿爸一个，真乖。阿妈，嫂子，我开玩笑的。一个够不够啊？我壶里还有一个鸡蛋，再给你包一个吧。够。该。燕儿，你额头怎么了？撞我媳妇戒指上了。这么大个包。你怎么才来呀？两个人的股东大会开这么久？你疼不疼？还好。就聊了会儿天儿。哦。哎，嗯，你下午怎么回事啊？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。嗨，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就是工作上那些事儿，乱糟糟的，大事没有，小事不断。我看你那个样子，还以为出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。我都习惯了。嗯，遇到点什么事儿啊，就是这副拉不出来又憋不回去的样子。行了啊，东西还没吃完呢，你太恶心了。你管我？你看人家红豆，啊，现在得叫徐总了。装修这么累，每天都精神饱满的。你再看看你，能一样吗？人家徐总还没开始营业呢。你当初刚盘下扎染房，改建的时候还不是去我家喝醉了哭，骂你阿爸给你添乱。行了，好了，差不多得了，给我点面子。你真的假的？多讲点。你不知道啊？当时他那泪流的呀！啊，好，行了，徐总，我承认我不如你，好吧？这瓶啤酒我干了。哎，别，剩下多少全是我的。别，都没怎么喝呢，给我留点儿，给我，那我喝你嘴里。罗全呢？罗全啊，来了吗？啊，我让他过来的呀。我阿爸来了吗？啊，等会儿阿妈给他打个电话哈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没人接呀？啊，我估计忙着呢，别管他了，我先上去了啊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
妈，罗晨跟您联系了吗？哎，他不是去你那了吗？啊，对，他下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。那会儿我工作正在忙着呢，我就让他到家里来等我。但是呢，他没来，这会儿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呢。小葫芦的事他都跟你说了吧？啊，说了。妈，谢谢您跟爸的理解哈。但是您放心，只要小葫芦放寒暑假，我就让他去昆明看您和爸。哎，他没跟你说吧？他怎么跟他爸说的？啊？他跟他爸说，反正小春应该也不会跟我复婚了，以后你们要是安排相亲，我就去。你说要是找对象，孩子在身边，人家女方肯定嫌弃，还是跟着小春吧。哎呀，他爸气得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他一顿，那身上啊打的是又青又紫的，一身的伤走了。小春呐，啊，你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吧。他怎么跟爸说这个呀？小春，你也了解他的，他不能是那样的人。他要真的是那么想，离婚都三年了，他要找不就早找了吗？他这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，给自己扣了个黑锅。以后呢，你多给他点好脸色，有事好好跟他说，别总跟他急。就算你们现在不是夫妻了，那他也是小葫芦的爸爸，对不对呀？啊。哎，欧泉。哎，妈。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回来了呢？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跟小春说说，小春都急坏了。小春。嗯。我刚车库停车呢，电梯里信号也不好。行，你没事就行，我挂了吧啊。哎。谁这么无聊啊？估计是哪家熊孩子吧。你看这个画啊，这个位置应该跟我身高差不多，画的又丑。哎，咱们镇上卖喷漆的就一家吧。那万一是网购的呢？哎呀，算了，别查了，估计是恶作剧。到时候啊，给你这前门装俩摄像头，确实也该装了。摄像头我买了，还没到货呢，是该装了。这东西越来越多。嗯，放心吧，没事啊，我先找人啊，把你这俩门给换了。哎，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劲。嗯，怎么不对劲？说不上来。你看啊，我老觉得碰到村里的人吧，他们在看我，议论我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村里来个卖东西的，那不都是从村东头盯着人家走到村西头？聚在一起不都说，哎呦，那个女孩是我们阿瑶的女朋友啊，眼光真好，这个美女看上了我们家阿瑶。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啊，那为什么不能是？你看看这大美女啊，你看她怎么了？看上阿瑶哪一点呢？图她什么呀？嗯，图我帅吧。阿奶说了，嗯，你老了可丑。听她瞎说。走吧，走吧，来，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发一个。哎，嗯，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做也可以，想吃什么？哎呀，还是算了吧。那时候放老寿的手艺，还是留在老家自己用吧。你怎么还锁喉呢？怎么了？我妈教的。哦，好，不跟你闹了，我真走了。慢点啊！真走了啊！拜拜。
哎，小春，你在店里还是仓库呢？啊，你帮我去镇上的油漆店问一下，最近我们村谁在那个地方买过白油漆。好，你查到了告诉我。嗯，挂了。婶儿，我来看看你的房子装的怎么样。哎呦，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嘛。院子呀，是最后才整改，现在看不出来什么。哦，喝茶。哦，好，喝茶喝茶。哎呀，魏婶啊，您这是要给泽清叔送饭呀？没有，我自己的活干完了。一个人嘛也无聊，我就到处走一走啊，玩一玩。仓库那边啊，我只要一去，小月那个姑娘眼睛就这样瞪着我。她没有说话，我都知道她要讲什么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一去，他们就轰我。凤姨啊和宝评审他们在工作呢，你一去跟他们聊天，那肯定影响人家工作了呀。所以我来找你玩啊。欢迎。红豆，嗯，最近村子里呢在传一件事情，你听说没有？你不说那我哪知道呀。他们在说村子里有很多人也想发家致富，他们呢也想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，有的呢想开店卖衣服，有的想贷款买车。他们就去村委会去问，那村委会嘛又找了阿瑶当参谋。嗯，好了，怪话来了，他们说阿瑶想了各种说法不许他们干，阿瑶就是怕别人赚了钱影响他赚钱，说阿瑶想闷声大发财，一家独大，什么钱都自己挣，还说阿瑶知道书店要开在这里，让自己的对象，就是你，把这个地方先盘下来，一起闷声大发财。阿瑶哪里有不让他们做啊？这都谁传的呀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前几天就开始传了，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。阿贵婶，这个民俗啊，当时是人家家里有事儿没法做了才转让，都没人愿意接手。我知道嘛，当时这个事情小黄和阿瑶都急成什么样子了，我都看在眼里的。红灯，嗯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嗯，哦，这些人当初说风凉话的是他们，现在眼红的嘛也是他们，难听的话都讲到阿瑶面前了，要是换了个人啊，早就拿着东西打到家里去了。阿瑶嘛只是笑笑，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。确实过分，都说到人跟前去了。所以我说阿瑶是做大事情的人，心宽得很啊。哥，对，阿奶，我有浴巾，你不用上。许红豆不是，你穿着短裤我能看见啥？跑得还挺快。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？我来看你啊，你不是说明天早上去看货吗？后天才回来吗？你这么粘人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不不不，红豆过来陪我啊。嗯，你听到没有啊？最近那些奇怪的传言。什么传言？说啊，你拦着别人做生意，说你想一家独大，说你知道要建书店，所以让女朋友过来开民宿。嗯，你听谁说的？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三道四啊？倒没在我面前说，不过我不是有个百事通吗？百事通？阿贵婶。是啊，你是不是知道了？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，我不跟你说
还不是不希望你听到了之后心情不好吗？都在我门上乱画了，你还不准备告诉我？这事啊，你不用管啊，有我呢啊。那你也不能光跟我说好的，不好的就不告诉我吧？你又不是活体网络垃圾过滤器。我这不是想保护你吗？你又不是我爸，需要给我一个无菌的成长环境。我不想你不开心吗？你只当抱心鸟，我才会不开心呢。我又不是个鸟蛋，要护在你肚皮下面，我没那么脆弱啊。我们要并肩作战，是不是信息共享，一起分担压力，爸爸？明白。你真的明白了？嗯。没什么瞒着我了哈。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，真的，而且这次也不是故意的。好，那你让我弹个脑瓜崩，我就原谅你。嘿，来来来，你肯定舍不得。我谢谢你啊，人美心善。对呀，我就是有这样该死的优点，怎么办呢？不早了，我回去休息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，来玩。玩什么呀？早点休息啊，精神好。晚安。你先别走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穿个衣服。哎，红豆，红豆。天水的梦。呀，曼君姐，小春来了。啊，阿贵婶说咱们这儿清洁用品不够了，我给拿过点来。哦。你这是又要去农场吗？嗯。哎呦，弄上这么多树苗，你又住不了多长时间，走了以后这树苗怎么办啊？那个农场我租了五年，农场主说我走了以后也可以帮我照顾。哦，那还行。曼君姐，你看你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哈，嗯，我也没好意思问过你。你跟你前夫离婚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？是不是他出轨了？没有。那你出轨了？你跟你前夫离婚是因为出轨啊？那不是。我们两个性格不太合适，而且大学刚刚毕业我们就结婚了，两个人都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呢就当了爸妈，小葫芦一出来吧，生活就手忙脚乱的。当时呢他也有一个固定的工作，反正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吧。后来他听他的同学说卖净水器提成挺高的，那个人好像赚了不少钱啊，所以他也没跟我商量，就直接把工作给辞了。辞了以后就去卖净水器。但是说实话啊，哎呦，他那个性格去做销售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一开始呢，亲戚朋友啊都给点面子，大家就都跟他这儿买，那会儿提成还行。但是呢，大家都买了一轮了呀，人就不会再买了，他就得自己出去谈业务。但是那会儿呢，我刚生完小葫芦时间不长，每天觉是真的睡不够，又加上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嘛，我就觉得状态特别不好，压力很大。他呢为了谈成生意就经常出去喝大酒，每次回来的时候都醉醺醺的，我还得照顾他。你是不是心里对他还有点怨气啊？啊。你呢？你就没有？我跟我前夫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夫妻关系，他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。其实这么多年我们连架都很少吵，他很尊重我，我也心疼他。他刚开始创业那几年确实很辛苦，没日没夜的忙。我们结婚20年，他也实现了当初的承诺，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。
那不是很好吗？干嘛要离婚啊？嗯，大概在我女儿上高一的那年，她被调到分公司去做管理。嗯，但是呢，那个新公司离我们家特别远，我们就在新公司旁边买了一个小公寓。嗯，她平常住在那儿，每周只回来一次。那个小公寓里呢，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，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她在干什么。嗯，那她干什么了？她什么都没干。每天就躺在沙发上，吃薯片喝啤酒，用一个70英寸的液晶电视玩手柄游戏。我当时突然就觉得，虽然我们俩是夫妻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。我还挺羡慕他的。我这么多年就很像这个被种在水里面的盆栽，永远都会羡慕外面的树。可是我也想被种在地里，也想长成一棵树。问题了，你就是谢志瑶那个对象啊？是，我叫许红豆，这个突然停工是为什么呀？你们有钱人心黑啊，不让我们干，你们也别想干，对不对？对，别干，别干，我们别干活了，我们干你们。大哥，你们突然过来说让我停工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，有话好好说，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的责任呢，我来解决，实在不行还有村委会。我们不去村里，你们肯定给了好处了，村里都向着你。我们给什么好处啊？你们有证据吗？你们能留下什么证据？我可都看见了，谢志瑶又找了新的投资人来，想玩大的事，想搞全面开发，不能让他们开发。对，这是一欺负人！找投资人了就把我们扶着，你们，你们这，我们也得挣钱。行，不挣了，我们挣了啊！怎么办？我妈翻到去的。我说胡子去老叔家找老叔来救人，你去村委会叫人。叫谁呀、啊？星星姐姐，不给别人眼睛，让他们来人。啊。知道你们听谁说的，但是呢，你们在我这闹呢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你们要觉得实在有问题，不然去村委会找书记、找村主任说说理。谢志瑶啊，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一手遮天，啊，断了你们的财路。你别假装不知道啊，还想骗我们？人家都听说了，那个老板只投你们一个，什么工作岗位，说得好听，哎，他就是想让我们村里人给他打工挣钱，他一个人当老板，对，钱都一个人挣了，凭什么呀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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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咱们今天停工好不好？咱们去村委会。今天村委会没人。没人？谢志瑶也不在。你们想干嘛？你们直说。我们想干嘛？我们就想要个说法。我们没那么好糊弄啊。
阿妹，这儿拍着呢，您的每一句话都是证据。我做的一切合法合理，你们要是有意见呢，去报警，啊，去法院告，去找人来查都可以。但是像你们这样耽误我们施工，就是聚众闹事。聚众闹事，真不要脸了，倒打一耙了你！我们还就闹事，怎么着？那还咋了？咋了？别动手！别动手！谁？谁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谁在闹事？谁在闹事？谁在闹事？谁？趁我妈瑶不在，就欺负我们红豆是吧？你们当我老太婆死了？谁？谁带的头？谁带的头？谁？说。我，夏奶，不是，我们是没办法呀。您的好孙子害我们受穷。你满口胡言，胡说什么？你穷了吗？消消气。穷了吗？别以为你岁数大，我们就不动手啊！啊！哎呀，我动手了！你动啊！你动啊！我还手了！我还手了！我不行！哎呀！哎，你还在呢！你还在呢！我走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哼，欺负到我头上了。等等。别气了啊！你看人都被你打跑了，那手也破皮了。就因为阿瑶不在，特意找了今天去闹事儿，欺负你。哼！你不是都帮我出气了吗？嗯，这事儿没完，明天我得到村委会跟他们讨个说法，不能这么欺负人呐。是，就要让他们挨了打，还得赔礼道歉。就应该这样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，别担心。哎，给大哥打电话了吗？没有，他不是跟大侠出去看货了吗？那万一路上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明天再跟他说。阿奶，受伤了？他们动手了？没有，阿奶用宝剑砍人的时候手划伤了。哎，真的啊，明天把宝剑还给虎子。嗯，哎，你都不知道啊，阿奶用宝剑砍人保护我的时候有多帅。你还多帅呢！你们俩吓死我了！大哥不在家，你俩要出点什么事儿，他回来不得疯了？哼！熊大。熊豆不在，很早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嗯，说是去骑马了。骑马？阿奶，嗯，他把小可爱牵走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你也没问我呀。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也不知道你这么早就回来，你给他打电话吧。啊，他不接呀。不接你就在家等着。出来骑马很危险的，你这万一摔下来，那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我今天早上4点就往回赶了。家里出了事儿，你也不跟我说，要不然我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。我跟小春说，他别告诉你的。谁打电话给你说的？野森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嗯，昨天的事你确实有错。是，我没有处理好。我不是指这个。你前几天怎么跟我说的？啊，什么叫对我
没有任何隐瞒，信息共享，并肩作战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别人给你投资这么大的事情，啊，要全面的发展，要做大，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？那个事情有点复杂，那可能不行，我怕你失望，所以没跟你讲。那个书记昨天去镇上开会，其实讨论的也是这个事儿。怕我失望？他们给的条件确实挺诱人的，如果要是开发的话，村民光是房租都可以增加不少的收入，啊，也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，对你的生意也更好，我也能挣更多的钱，而且我们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。但如果这么做了，村子就会像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，要么车毁人亡，要么只有等能量耗尽了才能够停下来，这不符合我们当地的发展政策。所以我想等村子做出了最后的决定，再去考虑后面的问题。嗯，谢志尧，你真的觉得我图你的钱？当然不是啊。那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呗，只管赚钱，什么都不顾，是不是？我就一定会兴高采烈的，高高兴兴的，啊，希望你接下这笔投资。嗯。反正我又不是这里的人，对这里也没有感情。然后等到这个村的资源油尽灯枯，我就去再找下一家鱼苗村，继续去吸血，像个蚂蟥一样，是吧？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呀。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我也希望你不要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一直低着头看我，是吧？觉得我是你女朋友，就要哄着，是吧？遇到的事情就先道歉，先赔不是。不是，我怎么道歉也不对，对你好也不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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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哦，我错了，我厉声挨打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就冷静一下吧。红道，许红道，不想跟你说话。阿南，哎，你这是要出摊啊？嗯。您今天就别出摊了，你去红豆的工地上盯一下。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得去找他们呀，那把人堵了就没事了。你自己去找干嘛？你找村里啊，让村里去解决呀。那不行，我得自己去。你在气头上，那你去了不是找着打架？那打起来我也不吃亏啊。坐下。你这是跟红豆吵架了吧？说什么我低看他了啊，处处哄着他，保护他，不是，怎么对他好也不行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你对付阿奶这一套啊，在红豆那儿不管用了。说什么叫对付你的这一套？你说的好像我很虚伪、很心机一样。你是觉得阿奶老了，做事没分寸了，得像看娃娃那样看着我。脑子呢也糊涂了，也不用讲道理了，哄着就行。反正我是对阿奶好，阿奶什么都得听我的，不听那就是添乱。其实阿奶不真糊涂，你说什么阿奶听什么，那是随你高兴。你随我高兴，那不然呢？
你一个孩子，我能跟你计较吗？走，你送我出摊。啊，不是阿南，你去红豆的工地盯一下呀。盯什么盯啊？出点事儿，正常的日子就不过了。出摊。我使不动你了，是不是？谢总，阿奶。哎，怎么了？孙主任让我过来和你说一声，说你千万别冲动，别带人找过去，再把事闹大了。他说了，他能解决。不行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。哎呀，你别闹脾气了，这个事儿又不是你出了气就能解决的。而且你想想，红豆是不是还得在这边做生意？他天天说什么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你的大局观呢？他现在气头上，脑子发热。你听小黄的，你得为红豆想想啊。那他们必须去给红豆赔礼道歉。行，赔礼道歉，肯定道歉。好，那咱们出摊儿。走啊。点儿，阿南。嗯，来。阿南锁门。哎。杨阿姨。您来有事儿吗？有事儿。那我给您泡杯茶。泡吧。啊。你们好啊！你叫小葫芦，对吧？你认得我呀？当然了，你们四个里边，只有小葫芦是女娃嘛。我还认得你，你叫国宝。不过，你们两个谁是虎子，谁是坨坨，他说就认不出来了。我是坨坨，他是虎子。哦。你叫坨坨，你是谁呀？啊，你们肯定都听过我。我说了，你们该害怕了。我们为什么害怕你？你是人贩子吗？我们不会吃你的零食，也不会给你走。我们不害怕，我阿妈和董叔就在里面，我一喊他们就出来打你。嗯。你们可真棒，就是应该这样啊。嗯。志强，上来吧。哎，你们玩吧。哟，
哥。哎，小陈。啊，咱上来。谢谢。上上他谢钱。啊你个跑什么呀？哎呦，来了！哎，喝什么呀？咖啡还是茶？哦，我不喝了，不渴。再给你倒点水吧。啊，嗯，你那马场我去过了，搞得真好。每次让你来家里坐坐，你又不乐意。不是，前两天果园施肥来着，真没时间。坐，我就不坐了吧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坐坐坐。哎呀，这回来没两天，黑了不少。不过这精气神倒是挺好的哈。啊，哎呦，你看，你给我这新手机太先进了，好多功能我都用不懂，浪费。慢慢摸索，有好的东西呢，需要学，需要去适应。嗯。怎么了？哎，你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有话就说。哎呦，我阿爸阿妈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我不想出去打工了。这几年在里边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挣多挣少没关系的。能养活一家人就行，所以我想麻烦你，你那以后要是有什么力气活，能不能找我？不，刨脚搬砖、装货卸货我都行。嗯，除了去地里，我还想当点零工。没问题，不出去吧，也挺好。不过呢，村子里就这样。有些人闲得无聊，喜欢在背后说一些闲话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啊，就是扯闲天。你听到也别往心里去，说够了也就过去了。我没事儿，就是俺妈有点往心里去。哎呀，凤姨你就更放心了啊，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更何况这件小事。对。哦，对了，你对象你没事吧？我是晚上回家才听俺妈说的，没事儿，就是一些误会和谣言。哎呦，你每天这么多事儿，也真够难的。什么事儿容易啊？事业不容易，爱情也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听落雨跳进寂静的森林。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，鱼独白神奇悄然无声息，轻轻声唤起涟漪，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等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，云朵的倒影，月色的缺影，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。
进我心里，当有风的时候怕翻扬起，云朵的倒影，月色的缺影，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，四季的光影，我看见划破长夜地方。